图为领奖后的彭昱畅，左二与学友青立浩右一，图为彭昱畅左二等参赛选手和教练与领队合影，图为彭昱畅与青立浩的获奖证书。华生在线八月十日讯，通讯员胡复元、彭朝辉八月九日，笔者在龙回县鸭田镇卫西村获悉，在第六届中国中学生网球锦标赛上，该村彭彦辉的儿子彭昱畅与学友青立浩喜获全国中学生网球比赛双打第一名，在当地被传为佳话。据了解，彭彦辉夫妻在深圳打工就业，儿子彭昱畅在深圳市罗湖区罗湖外语学校初中部读书。2018年7月27日至31日，第六届中国中学生网球锦标赛在四川绵阳举行，深圳市罗湖区罗湖外语学校初中部选送彭昱畅、李易峰、青立浩、陈子轩、钟俊杰等五名小选手参赛，在初中生男子组双打比赛中，通过顽强的拼搏，小选手彭昱畅、青立浩喜获第一名。